哎呀，放放放放，先放这。你去仓库了吗？没有啊，那你从仓库寄过来的。哦，过两天抽个时间去仓库那边转一下。行。不是，再过两天马上卖甜瓜了嘛，我去那嗯嗯嗯嗯。边去订个仓库，然后再去看一下那边发西红柿的仓库，也去看一下发的货怎么样。然后今天的话，给那个宝宝把户口也已经上了，上好了，挺顺利的。那太好了。很安然。嘿嘿嘿嘿。然后这是前两天在网上给宝宝买的那个牛奶纸，就是给他擦脸啊、擦屁股这些用的，比较软和一点的嘛。到了，放着用到了。我拆开看一下啊。你又想吃是吧？你先吐去。等一下，给你暖一个，用热水暖一个，你也吃一个。我今天必须要吃一个。啊，可以。我都流口水了，哎呀，没有拆开都流口水了。哇，美不美？太美了吧！姐姐，你尝尝个。这是啊，这我们在网对在网上卖的这个柿子，普罗旺斯西红柿挺好吃的，还挺好的，好嘞，也好。你洗一下，洗一下尝一下去。好，我等一会儿。好。哎。姐姐他们。姐姐他们也来了，洗几个给他们尝一下。来姐，我拿有洗红丝，你尝两个洗红丝。好，我们尝一下。那里面那里有水，你洗出来。我来，你给我洗，没事。你给我。这个是咱那个谁，杨潇，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照顾小蜜桃的。哦，咱们的泽户是吧？泽户，对，泽户。德国王姐嘛，王姐，王姐，哎，姐你少干少干少干点柿子，尝一下尝一下，真不错，甜甜的沙沙的，沙里啊，都是比较沙，就是，姐你也尝吧，尝一口啊啊，沙很好，水分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啊，水分多了，水分多又甜，水分又多又甜哦，咦，软软绵绵的，好吃就行。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啊！好好吃就行。我要买一箱。好。我看姐姐他们吃也想吃。你要暖一下吃。哦，暖嘛。暖一下。好吃。好吃。暖了一下吧。暖了啊。暖了。微波炉里面暖了。我也尝一下。哎呀，看你们吃的，我流口水的不行。吃吧，吃吧。哎，好开心啊！吃到西红柿了，不冰就能吃。这不还剩几个吗？然后那个四楼还有几个姐姐啊，他们也没来嘛。把这个拿给姐姐他们，等一下那个啊，到他们几个姐姐一人去尝一个吧。啊，你给姐给他们。我能拿。哎。谢谢，不客气。谢谢你的西红柿，不客气。我想给爸妈们说啊，如果你们想吃西红柿的话，不敢吃冰的，在你们有那个微波炉里面热一下也可以啊，也可以的。啊，刚才我热了一个，哎呀，味道就是也挺好，没有变，啊，还是挺好吃的。对，包括其他一些糖分低点的水果也能吃，就是热一下，对，加热吃也能吃。嗯，我看你怎么今天还换了一套衣服啊？不穿睡衣了吗？不穿了，热得很。你这又不去外面，还穿得挺正式的。这个也挺薄的。小蜜桃呢？睡着了没有？小蜜桃睡觉了。睡觉了。啊。看一下。看吧。睡得特别香。睡着了。嗯。手还把那个他的枕巾扎得紧紧的。一下午没看到也挺想的。你说我要想你啦。好了，睡吧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八，好了。你现在活动活动小脚。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。来，妈妈给你做。来，妈妈的手，两个手往胸前去。
六七，妈妈坐的不舒服吗？隔壁啊，长那么大。哦哦，哦，好了吗？你别坐了啊，小心把它扭伤。三四八，好，可以了是吧？嗯，现在腿可以，蹬自行车你上一点点力，如果不用力的话，就没效果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好，对，这是排气，这排气操，就是揉肚子嘛，在肚子上。时间好快，又到中午吃饭了。今天中午我看都有啥？有虾。哇，虾。这个。肉丝。肉丝。这是松还是啥的吧？嗯，这是啥？这是像肉松什么一样？是。不是吗？你等一下尝一下就知道了。嗯、看着还不错。汤。嗯，还有一个青菜。好饿，好丰盛。做完那个叫什么？产后的一个康复哦。啊，好饿。那吃着才香，快吃。不吃，你吃不吃？我不吃，我等下吃。嗯，怎么满意？直接吃饭。等下我那个回去，昨天不是给那个小孩买户口上了哦。嗯。然后户口一上，应该可以给他办那个医保卡了。可以办了。嗯。在哪里办？在我们县那个市民中心可以办。我等一下问一下，看需要哪些东西，回去办一下。你现在办了，小孩比如说生病住院啊啥的哦，都是可以要报销了就，提早办嘛。行。来到我们县里的市民中心，给韩安然办那个医保卡了，也是那个社会保障卡吧。这个要的东西比较简单，就一个户口本，还有一个代办人的身份证，也就是我的身份证嘛，就可以去办好。我们去看一下。多长时间能办好？应该蛮快的啊。就这么吃呗。这个卡直接这个机器就弄好就出来了，嗯，太方便了。嗯，谢谢你。哇，这个太方便太快了，进去到出来也就五分钟左右，直接全程那个是机器可以弄好，方便。好了，搞定。然后再来一下这个医疗保障吧，这边把小孩的信息需要再登记一下。弄好了，真的很快很方便。然后说等一会过两个小时，能查到信息了给他交费，费一交几个小时就能生效了。以后小孩要是生病啦、住院什么的，就可以已经跟我们一样可以正常报销啊啥的。行，真好。在市民中心所在的地方呢，也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广场吧。哎呦，好多人在这边打乒乓球。以前涛在外面上班的时候，也特别特别喜欢打这个乒乓球。啊，一转眼好多年没有玩过这个了，过去转一下看一下。哇，都是一些大爷大妈。挺好的，玩了一下，锻炼一下身体。那么快就回来了？好了，这个比想象中的要简单多了。哦，这个那么好办？对，全部是在机器上，它直接机器上面做好就出来了。是吗？啊，十几分钟，很快的。哎、小安然有医保卡了。这不止医保卡，还是好几是社保卡，可以当银行卡用，然后里面可以存钱。哦，那慢慢用啊。哦、以后可以把宝宝的一些压岁钱什么的啊、哦嗯，给他存到里面也可以的。啊，行，一卡多用的。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昨天有几个那个姐姐没过来。他们没吃到我们的西红柿，今天他们过来了，给他们拿几个给他们尝一下。好，你拿着西红柿，不吃了你快吃吧，你不吃了没事，等下你下班的时候你再吃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你吃吧。你拿着尝一下，尝一下，这是我们自己嗯。你放着下班吃，下班吃没事。下班吃。放着吧，你拿着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不客气。不用客气的。谢谢谢谢，我不是你的心友是
收到了。姐姐，哎呦，你给我拉，放那边。我第一次亲你啊，来，再亲一下，来，拜拜，拜拜。